王维忠。图片取自 MC 恐龙官方脸书，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因手肘紧绷挑过一次先发的 MC 恐龙台湾左投王维忠，明天将在主场先发，对上奇亚虎，挑战本季第六胜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王维忠本季先发15场有8场优质先发，战绩5胜6败，防御率 3.93。89.1 局被敲97支安打，包含挨了6轰，送出59次三振，被打击率为 0.280， 每局被上垒率为 1.38。 王维忠上一场先发出赛是在6月29日，当时先发对 KT 巫师投5局15分吞败，奇亚虎打击能力强，团队打击率高达 0.297， 排在联盟第三。阵中有助像安志宏、崔炯宇、金周灿等好手，其中安志宏打击率高达 0.377， 高居联盟第二，崔炯宇也有 0.351 的高打击率。奇爱虎则是推出羊头诺耶西 Hector Noesi， 今年出赛17场，战绩8胜4败，防御率 4.56。 MC 恐龙本季战绩32胜56败，排在旁支十队之末，奇亚虎战绩40胜43败，排在联盟第六。